溪里乡的溪里尖社区虽然讲成立才两年，但是照顾关怀社区的独居长者，或者是边缘户的家庭，是尽心尽力。协会特别找到当年以来热心公益的甘丁功德会，来捐物资给社区内有需要的弱势家庭。为阿嬷看到这么多人来给她慰问，也一直讲到祝福的话，以及感谢大家，场面是让人感觉真温暖。七十三位爱心物资由甘霖功德会理事长丁人亲身送来溪里尖社区，并由社区理事长陈明贤亲身接下。随后，大家做会前往社区内独居老人厝内，将爱心物资一一来送上。阿嬷看到这么多人来看伊，心内真感动，嘴中也一直讲着谢谢。阿给那里送物资好哩，谢谢，谢谢，还有米有油。那当然，我们每一年所准备的物资都除了民生用品的柴米油盐种种，今年还特别，我们有向外界来募集了雪佛兰的乳液，能够在寒冬让老人家的身体皮肤上面能够受到更多的照护，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抛砖引玉的活动可以广及到社会的每一个慈善的角落，让更多的乡亲能够受到社会上更多的帮忙与支持。溪里尖社区虽然是真瓦近溪里市区，但社区内却有真多独居老人以及边缘户家庭，生活过了真困难。社区协会特别找到当期热心公益的甘霖功德会来捐赠爱心物资，希望发挥社区照顾在地居民的力量。好，啊，你刷这波条，好，感谢，哦，大家好，过一个好年，哦，好，谢谢，谢谢。那也很感谢，那个甘霖功德会同理事长，今天有率领我们。功德会的一些成员干部吼，一起来跟我们社区一起来办这个活动，那我想这个都是本于那个善尽一个社会责任跟企业责任一个活动，我们希望说我们在地的这些所以乡亲们能够过个好年啊，那这个也是我们最大的期望。溪里尖社区成立虽然才两年左右，却是真侪新发家社区内需要帮助的家庭。虽然社区资源有限，却尽力寻求社会团体协助，也让社区内弱势家庭会当免烦恼要如何过冬啊！记者金山采访报道。